检查，请各位乘客配合。您的身份证。好，谢谢。您的。小姐，您的证件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姚梦欣。你从哪上的车？瑞江。你到瑞江干什么去了？旅游。你一个人吗？嗯。到哪去啊？我准备去南明。你在南明工作吗？不，从南明转车回家。你家是哪儿的？云溪。你带没带什么违禁物品？没有。你看，我就买了几个玉石的小挂架。我看一下。好，谢谢啊。先生，您的证件给我看一下。谢谢啊。哎，先生，那把吉他是你的吗？吉他？什么吉他？不是我的。你确定不是你的吗？确定不是我的。这把吉他是你们谁的呀？确定没人要吗？您的身份证。谢谢您的身份证。喂，我是严刚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科长，我刚在车上发现一把无人认领的吉他，它重量不太对，而且还有沾过的痕迹，我怀疑里面藏有毒品。啊，车上面还有一个女的，神色可疑，我对她也有怀疑，但是人赃分离，我们没有办法采取行动。你有什么建议？如果没收那把吉他，我肯定100%有毒品，但是那样的话就会放走毒贩，就无法延伸办案的线索了，所以请您指示。放行，就当什么都没有查到。是。放行吧。是，放行。师傅，麻烦您停一下车。
不到南明了？我不到南明，我就在这儿下。这吉他是你的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刚才警察那么问，你怎么不承认呢？啊？问了吗？我没听见。什么？从瑞江到曼海，在我们眼皮底下转来转去的，哼。暂时按兵不动。夜总会的布局很复杂，万一人祸脱离，会打草惊蛇的。对，蹲守。明白。吃什么？头是什么意思呀？暂时不动的，吃东西吧。老板，两碗米线。妈的，纯。送货的呢？钱给了吗？没给。给人家。哎，那妞长得怎么样？还行，一流，漂亮。哦，去，把她叫上来。是啊。浩行，哎，宏伟，我估计他们现在正在交易。吃。点一点，8000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妹妹，听说你在南明工作？没有，我不在南明工作。那不如留在我们这儿混混，我保你大把大把赚钱。那我没想过。我知道你不是出，在那儿也是混，不如在我们这儿混混。那可得让我好好想想。再见。愿你好运。注意。
你们继续盯紧后来那两个女人，这个交给黄海处理。师傅，你这是往哪儿开呢？你不是要回曼海国道吗？没错呀。下来吧。